公子呀，可见世界会帮你把门打开的，不要伤心了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好啊。十年来成全。Let's go. Thank you. 你你锁我喉，你锁我喉，我敲我敲你头，我敲你我敲你头，我敲你头，摸不着，你以为问杨子要联系方式是这样的？小姐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实际上，小姐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现在的姑娘怎么比我还能演啊？我怎么就忍住了呢？我叫无情。假如你妈问你挣的钱花在哪里，请把这个给她看。原本想拍个耍帅视频，结果90斤的女孩子很漂亮是吧？那我要180斤，老娘要双倍漂亮 double。我是蓝电视的。啊，说下你有什么优点呢？我的优点就是在正确的时间说不行。举个例子。会唱歌跳舞吗？会呀、啊。跳一下。那你会点什么呢？我会也是。谁却别笑死成寂寞。哎呦啊，滚。你好帅哥，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嗯，可以。嗯，请问一下你个月工资大概多少？大概40000吧。哦，40000，那你都是平常怎么规划他们呢？10000来交房租，10000买衣服买鞋子，还有10000是买零食，然后最后10000会给父母寄回去。哦天啊，你好孝顺啊。嗯，谢谢。哎，你的嘴角是怎么回事？吹牛逼吹的。吹牛逼吹的。买的汉服不能穿出门怎么办？我的汉服闺蜜们，We will rock you.
Just take a look.